嘿，我家这块来了两只狗，有点像流浪狗，还有点不像。这俩狗会拜拜，会站起来。哎，不许吃猫粮！小黑、小华，小黑、小华，不许吃猫粮啊！小玩意儿，哎，你咋吃猫粮呢？哎呀妈！小家伙，这儿这儿，哎，好乖，哎呀！嗯，是吧？嗯，再给你俩一块啊。先给小黑，先给小黑啊。小黑接着，小黄不许吃，小黄吃这个，小黄吃这个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就来吃麻辣烫了啊。这是2022年的第一顿麻辣烫。哎妈，想多长时间了？我元旦那天不就想来吃吗？结果那个大姐没开门。哎呀，今天赶紧的忙完工作啊，就过来吃麻辣烫了。我今天是自选的，因为我比较愿意吃里面那个粉儿啥的，粉儿选的多。这还没吃呢，就馋了。看看这面，里边有玉米面、牛筋面、豆皮儿啥的，都是我超爱吃的。特意选一个那个人比较少的点来，要不然人多的时候吧，在这支机器啥，特别影响别的食客。嗯，哇，想的就是这个味儿啊。小果子，这个就是最后烫一烫就可以了，要是烫的时间长就不好吃了。再给它蘸点汤汁儿，海带扣，妈，这海带扣真大，啊，这么大，这海带扣烫的特别好，特别到时候。那个麻椒劲儿上来了。炸鸡柳啊，又是外面这种裹面的，最爱吃这种。
冒热气儿了哈。外边酥酥的，我炸了两个，准备带走。这是大姐早上先给我穿的，最爱吃其他大红菜了。边吃边流鼻涕啊。今天碗拿的少，就拿了一个这个长的，玩累。最后一个海带，我都吃到底儿了，还贼烫呢。
还有最后一样。OK， 本期视频我就拍到这儿了啊！这个我带走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